美玲，你点解咁傻？点解错咗一次，好多人就为咗你嘅一次错而感到痛心。1985年5月14日，知道你嘅不幸之后，我成晚都瞓唔着，就好似喺睡房里面都见到你一样。朦胧之中，你喊起嚟，我亦都同你一齐喊。你我并唔认识，但系人谁无过？你又何苦用生命嚟到责罚自己呢？你要知道，随住你嘅心扎而受伤嘅，仲有好多人。嗰啲围绕喺你身边关心你嘅人，会因此而感到痛心不已。你又于心何忍？我不禁咁暗暗责骂你，即使眼泪依然系为你默默而流。我唔甘心，即使你嘅错依然系错，即使你嘅自责就深如你错嘅痕迹一样，我仍然系唔甘心。边个人会冇错嘅？就只有你，竟然因为一次嘅错而踏上死亡嘅最后一步，将痛苦留俾所有关心你嘅人。而家我哋就只有喺录影带里边寻找你嘅影子，有边个能够忘记你喺《射雕英雄传》里面的容易活泼可爱的一举手一头足。美玲，虽然我并不迷信，但是看到你化为苹果，我依然是接受永远都不再吃这种生果。或者很多人会觉得我很傻，但是失去一个自己喜欢的人，又有谁会明白我的心情呢？美玲，你好好地安息吧。